过来，要吃无？唐扬鸡腿，过来两块。谢谢哦，谢谢吧哦。啊，收起来，刚才无用，无用，我改用。哇，这东西拢无。你讲要食台式咸酥鸡，你要食招牌咸酥鸡无？要食预炸虾球无？以前这物件你拢无啊？来一百块去啦。一百块有摕钱的手下去。哎，啊，这只挂嘞。来，一百块来上啊，本。这个东西小可小可油甲真正做好食。来，头摆有摕一百块。来，我带摕一百个。为啥伊要摕这个？啊，恁拢要炒吗？啊，这恁全部人个拢要炒吗？这帅哥嘞，好久不见了，帅哥。好久不见。最近比较忙。啊。最近比较忙。啊，忙是好事情啊，啊，无闲是好代志啊。好啦，你个买啥物？我到定存车啦，我是希望恁只搞买买。我也不要存冰卷啦。唐扬鸡腿块啦，我这铁路排骨，大家拢烧了之后，可能不要钱啦，我无我唔免订。够不要烧无？台式咸酥鸡多。台式可以啊。台式啊。来莫名，来台式咸酥鸡皮也薄了，是吧？这台式咸酥鸡这一包皮也薄，一包送你们钱，皮也薄。够两位食台式咸酥鸡无？这包是真正好吃啊，这包。够两位来无？来了没有？最后搁一个表妹，我真正存两包。最后搁一个鱼仔，看好无？真的没有了，250尔。有啥物表妹？拢有啊吗？来，恁两拢搁收100、100。我恁两方面，帅哥，我是给你给你啊，100、100就好。哎，拢搁100、100。有啥物当集中啊？集中啊？冰柜了，冰柜应该让下车吧？看我走，还是卖？我无卖啊，我到顶袂落去。哎，知啊知啊，这包我袂明啊。你要食招牌咸酥鸡哦？帅哥，你要食啥？你无我讲过，还是要啊？你拢无，你拢袂了啊？你要食我拢袂了啊？你有哪要食这招牌咸酥鸡无？啊，拄仔是台式咸酥鸡，这是招牌咸酥鸡。你哪要食？我甲你讲，同款全部拢上互你一包咯。来一包。一包好用咯，免让你开伤钱。一包有哪要食无？一包袂输一包，一包好用。来一包。啥？你拢爱哪个的猫？好啦，刚的。哦，刚的。你个别的啥物无？你有哪要食巴拉无？你也别顶过了，你带家己办。你早有30几粒吧？一个人坐，人手头摕5、6粒，你若袂搭，来去办啦。哦，感谢你。好啦，我要来食薰啊！你若无爱买物件，我要来食薰啊！好，来，那个嘉义，你去处理后边。你帮我摕一个大块箱后边。开车。哦，遐开车。开车，来，你帮我你去嘉义用用用望望。来。在那边。一包，好是。我叫你做啥？做化妆，对不对？大点一点哦。你是个人在摸鱼一点哦。大哥，你看一下。我正在看。你脚温那就下跌，我唔是讲你啊，我讲我家己啊，你要我跌啊。你若脚温就下跌，脚头就下跌啊。嘉义，啊你不要去处理这个啊。哦，好啊。这边。谢谢。阿强，我先帮关掉。看你要多少。加洋葱，加。哈，那不然这个你又不吃，这两个还有补鬼的。它是纯肉的。这个没有没有黄黄色的。没有吧。我冰棍啊，煮冰棍你啊。一包纸牌。什么？我一寡钱啊，甲冰棍啊，大牌啊，你敢摸？排骨你敢买？排骨敢买？鸡腿啊，鸡腿啊。啊！看完一包，你讲的是什么？个细啊！什么？个细个呀？个真俗啊！迄个高会卖你啊，但是这搞我后壁一个去嘞。阿哥啥？我是讲，
我就只能这样了，我的手不行了。快一点。还好啦，累了。撑不住了。今天抓着回来去。累了没？还好。我看预算都把这出去过噻。已经不少。就是当走了去，没了去。那到底什么时候？我唔知道，可以。嗯，今天都没人了。这个秘密你是白给我登记啊？先注意这个啊，要不谢谢啊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咯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明天礼拜三我们西湖见。小猪晚上好啊，我们明天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咁过鱼人都未啊？拜拜。冇啊，从冰冻啊，从冰冻啊。